型巨爷，生态型巨，左手拿虎家，右手拿瑜伽，在家乡中的角色是领队领头的角色。古山帝乐店吉盛堂的型巨爷有个非常特别的牛角头盔，这个造型有什么典故呢？有请追将美少女露露来为我们解说。早期呢，我们型巨爷在降价的时候呢，喜欢呢把他的头往土里面钻，所以呢吉盛堂的老师傅就做了一个牛角给他，让他钻得够。那第二个典故呢，是这个长出牛角，台语叫做画岗的意思。画岗呢，其实就是说一个人他聪明伶俐。那指型巨爷呢，他在带领整个家将队的时候，他是要必须是能洞察前方，去发掘画岗前方有什么样的状况，然后聪明伶俐的带领整个家将队往前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特别的造型，其实是有典故的。